这边开机，开机完之后，我们这里有一个 OK 键，它是做切换的功能键，那我们按一次 OK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上下可以调整它的温度，那这边上下做调整。那调整确认好之后，我们再按一个 OK。好，再按一个 OK 之后，我们是设定我们的时间，好，那一样就是按上下去做调整。调整完之后再按一次 OK。好，那它就开始在升温，好，这上面就是实际的温度。好，那时间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转印这样。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发热片的加温线先拆除，然后我们这边转开之后，我们就是直接这样拔起来，拔起来之后，我们来拆换我们的发热片，然后我们这里好直接把它旋开，旋开之后它就是可以直接拆下来。就先拿上面发热片，然后我们就是直接这样直接套上去。再把这里再接上去。安装烫帽的发热片，那我们一样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套上去。锁紧之后呢，一样就是把这个线给接回去。底座的部分，我们一样就是套上去。是透过这里去调整压力。我们这个部分要先装。之后呢，把这个是这个方向，然后从这里穿进去。穿进去之后，再装这个底座，再把这个做好。穿进去，就是透过这个调整。